不要这么是用好玩的放置骑兵手游，开始吧。今天就要介绍英雄啊，我先直接把重点掏出来讲好了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因为我们今天自己又有钻石了，那就直接来抽好了。靠！等一下，我一样一个一个讲啊，因为其实我玩手游啊，我一定要把每个系统都背下来。我操，这奖励也够好的，还能做什么？这很像也可以抽英雄，是不是？我是可以随便抽这样子，真屌！哎，怎么可以换英雄？悬空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可以去做一个建造。做一下建造30砖，你可以升级主城，准备出城去打别人，这是战斗或者是扫荡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你在选择你要的角色，就这样。哦，我们先介绍整体。我们今天时间抽好吗 ？Please, pleas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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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ease， 操！停了，停了，克里斯蒂安。秦乐跟克里斯蒂安，直接掏出来，直接掏出来。这里，哦，这只应该大家不知道啊。然后今天是圣光树，还有森林之歌。蛮帅的。我们继续时光下去哦。你靠到哪边啊？咦，我怎么一直卡在这里？今天就把这边也是玩就结束今天这一期，然后大家记得加好友。你是加好友吗？应该不是讲叫好友啊，就是大家是不是都不一样啊？首先先把角色 up 上去就对了，每次全部都先撩把死，之后会比较好打。我接下来我应该要把坦克撩把死吧？碎碎碎，操呗！不搞砸。哦，我用激光脑狙击我的海洋。之后还会开放这个魔兽，对。好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频道。我们今天这集的放置骑兵手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